着天亮想着远方，心中的话在和谁讲，有时朋友会说我荒唐，有时现实要我这样那样，可是我真的很勇敢，是否能再给我希望，我不想算了，天那么大为何不飞翔，青春因为早已才珍贵，越收缩越无悔，让梦实现一回，青春因为早已才无畏，从来不怕奉陪，我只要成就感才珍贵，越受挫越无悔，让梦实现一回，青春因为早未才无畏，从来不怕奉陪，我只要成就感的滋味。晨光，谢谢你啊，这么晚还帮我拿东西。哎呀，那有啥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那行，刘总，你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回房间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哎，西西，你买这么多东西都是给杨师哥的？是啊。你怎么了？我感觉你好像不开心啊。别提了，我觉得晨光越来越把我放在心上了，之前说好的一毕业就结婚，可现在我一提他就找各种理由。说句实话，其实结婚早真的不是什么好事儿，你看我就是个例子，我们两个人根本就没有了解过。可是我们也不是太早啊，我们都在一起好几年了，真不是我逼他。其实男人吧，有的时候真的挺难的。我能理解杨师哥的想法，他无非就是想各方面的条件都好了以后再考虑结婚的事情。不像我，什么事业都没有就结婚，结果婚都没结成就二婚了。过去的事儿你就别再想了，你这么好，我相信以后肯定会有个好姑娘喜欢上你的。但愿吧。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。嗯，你看，你还有我们这么一大帮朋友在你身边呢，是不是？我真的挺感谢你们的，但是我有的时候真的是强颜欢笑，我特别怕辜负了大家的一番好意。这件事情我真的没那么快能缓过来。小宝，那个。能送给我吗？哦，可以啊，你随便挑。你也挑挑吧，看看喜欢哪个。我可以要这个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小宝，别不开心了，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。谢谢你啊。也谢谢你，我回去。会好好想想你说的话，可能是之前我一直误会晨光了。嗯，走吧。
你们五个人坐一辆车不挤吗？孔浩，你去坐小宝车吧，是太挤了。我不挤啊，我挺舒服的。咱五个人一辆车是太挤了，挣钱要不你去陪小宝宝。哎呀，晕车！哎呀，哎，挣钱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那个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我去跟小宝坐一台，然后让孔浩和挣钱坐这儿。好。哎，哎呦。拜拜啊，走吧，亲家。系安全带。西西，你在等电话。我今天上午我给晨光发了一个微信，他到现在也没回我。他可能没看到吧。你回去以后啊，你跟他好好聊聊，有什么误会说一说就好了。晨光，我走了。就这么走了？你回去开慢点，到家给我信息。怎么是你啊？哎，你现在车开的挺快啊，车技见长。我这不是，哎呀，行啊你啊，走，上家里去。你也不给我打个电话，真是。你怎么喝了这么多呀？哎，有乳山。快成印度人了。爸，你看谁来了？伯父。哎呀，云飞。哎呀，哎，不是，你们俩怎么一起回来了啊？我刚在门口跟他碰上。错，他从旺盛路一直跟踪我到家门口，我还以为他是什么登徒浪子，打算教训他来着。真有这回事吗？哪儿有呀？啊，陈先生，饭已经做好了。好，走，云飞，咱们边吃边聊。哎，来，快吃饭了。我洗手去。来 ，Cheers。嗯嗯。哎呀，来，云伟，快自己动筷子。哎，哎，这是我们家阿姨的特色菜，你多吃吃。来来来来来，谢谢叔叔。哎呀，
咱俩可是有十多年没见了，哎，是不是？可不嘛。哎，那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吗？我接手了一家传媒公司，打算以此为起点，好好在国内打拼一番。哎，巧了，我们集团旗下也有一家传媒子公司，可是呢，真是很惭愧。这家公司在管理上有很大的问题，一直是总公司在撑着，所以云飞啊，你有时间去转一转啊，给我提提意见。哎呀，莫放，提意见我可不敢，改天我过去好好参观学习一下。来，吃吃吃吃吃。注意点儿，吃香。云飞啊，在国外这么多年了，有没有交女朋友？这可是终身大事啊。这个我比较惭愧，一直忙于工作，没空谈恋爱啊。其实是没遇上合适的人。你怎么也不跟你云飞哥聊聊天，真不讲理吗？哎呦，聊什么呀？我跟他前两天咋在网上聊过，你当我是你啊？云飞哥走了十几年，你就真的十几年不跟他说话呀？我跟他可是资深网友，好不好？是我们俩经常在。行，我 low 了。哎呀，云飞啊，哎，我还记得啊，你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跟欣欣在一起玩。哎呦，那个，我记得当时你们就这么点小屁孩儿，你当时跟我说一句，说我长大了，能不能让欣欣做我的新娘子？您怎么还记得？我当然记得。哦，对了，我还记得另一事儿啊，有一回这个欣欣摔了一跤，哎呦。你背着他就往医院跑，等到了医院，你自个儿都累得站不起来了，还记得吗？我欣欣小时候营养太好。来，哎，来，云飞，多吃点啊。哎，叔叔，您现在还玩字画吗？当然玩。哎，对了，我最近新拍了一幅画。一会儿咱们去书房看看啊。哎，叔叔，我前一段时间去哈瓦那的时候，给您专门带了点雪茄，一会儿给您也拿上去。哎呦，谢谢。来，喝酒。哎，我吃饱了，你们看画抽雪茄，我就不参加了啊。反正我也插不上话，慢慢吃啊。嘿，你瞧这孩子。哎呀，来，云飞，不管他，咱们喝。哎。哎，欣欣，你晚上干嘛去了？我有一发小刚从美国回来，晚上在我家吃了顿饭，现在正跟我爸在书房看画呢。哎，你往前点儿。男的女的？男的呀，怎么了？干嘛呀？就一哥们儿，从小玩到大的，你别想歪了，回头给挣钱思想也带偏了啊。好操，我才没你这么小心眼呢。哦，对了，我在那个佳佳朋友圈看到，明天好像是他那个选秀的决赛。哎呀，我知道。哎，孔浩，你得到场啊！这么大日子，佳佳肯定希望你陪在她身边。我出不去啊！我妈现在天天看着我复习，我都快哭死了。这么大的日子你都不能陪在她身边，回头佳佳给你生气啊！我告诉你。你这样不行，复习是得好好复，但你也得劳逸结合呀。我也没办法呀，我现在每天放风时间就是打一局游戏。那这样吧，你等着，到时候我给你来一个金蝉脱壳。站着，干嘛去啊？郑贤约我出去一起去踢个球。这眼看就要考试了，
还有心思踢球呢？这不得劳逸结合吗？适当的体育运动有助于记忆。郑前找你踢球是吧？嗯，就在窗外呢，不信你去看看。郑前，阿姨好。小浩他不能去了，复习材料都还没看呢。不是，我们人都到齐了，就差孔浩一个了。他不去了，麻烦你跟大家伙说一声吧啊。人都到齐了，就差我一个，不去多没面子啊。看书去。喂，张天。喂，浩子，我看你还是在家好好复习吧。考公务员可是关系到你跟佳佳终身幸福的大事。什么呀？就我这样的，我能考上公务员吗？我那就是权宜之计，你知道吗？兄弟，我也帮不了你了。这样吧，送佛送到西，我就告诉佳佳你在家模拟考试呢，行吗？啊，就这样了啊啊！拜拜拜拜拜拜。不是我，喂，喂。啊，真没意思啊。妈，出来帮我关门。哎，来了来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等一下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还是老实交代。哎呀，也不行不行不行，哎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呀！刚才宣布入围的选手，请跟我到里面来。我现在呢，在名人之秀的选秀现场，今天来带给大家看一看有没有什么美丽漂亮的小姐姐。啊，咱们过去打个招呼。小姐姐，来跟我的粉丝们打声招呼吧。哎，不方便，你走开了。咱们在选秀现场，这个美女姐姐呢，可能是落选了，有点不高兴，大家理解一下啊，没事没事。哎，你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？我都跟你说了不要拍我，你还拍。什么态度嘛？怪不得淘汰。你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！哎，大家把你们喜欢的艾丽丝，艾丽丝，艾丽丝，这网红真是猖狂，是个人就以为自己是明星了。哎，佳佳，我，你认识我？哎，还认不出来？上高中那会儿，你们老叫我牛饼饼，妈呀，牛饼饼是你呀、啊！哎，我记得你以前不长这样，你小时候那脸圆圆的、胖胖的，脑袋你这肿了，肿的。哦，被淘汰了。嗯，早点跟我说呀，我能让你拿冠军。你能让我拿冠军？你还不知道吧？我是这儿的比赛评委。还有啊，这种节目都是骗钱的，以后别参加这种活动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哎，你最近在忙什么呀？怎么那么多人认识你？哎，这样我带你去我工作室看看。工作室？对啊。这就是我的工作室。哇，不好意思啊。这个是化妆间，换衣服也在这个地方。好大哦！前面还有好多门号，各种各样的爱情房间。主要在直播呢。谢谢哥哥，谢谢亲爱的。他真的在直播呀！喜欢我的话，可以帮忙在他前面看看。好粉嫩哦！每个房间的装扮都是不一样的。
这个在唱歌。你也会？我也会啊。你哋好啊，我系嚟自广东湛江嘅，嗰度嘅城市咧系好有看，好有看嘅。然之后又有好多好漂亮啊！你好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嗯。哎，你这每一件衣服都不一样啊。爱莲，年纪轻轻的有这么大的工作室啊！哎，慢慢来呗。佳佳，现在你知道了吧？这个就是那么多人认识我的途径。哎，你有没有考虑加入我们呀？我啊，嗯，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呀。那你会卖萌吗？哦，这个我会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是不是？对呀，多好啊！你又会撒娇，人还长得这么漂亮，到时候在网上直播发发点儿，那送礼物的人是一大把一大把的。就这么简单啊？你以为有多难？哎，爱莲，嗯，那做直播可以赚多少钱啊？这个很难说，从几千到十几万都不一样，得根据流量来定。很多流量好的网红呢，不单单赚钱是靠这些送礼物，还有很多商品的代理商会找他们卖东西赚取提成。流量更好一点的网红啊，会像明星一样出席各种活动，代言很多产品，那这样的收入的话会更多的。这么厉害吗？嗯，我们现在这个行业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新兴行业，那前景啊相当乐观的，考虑一下。是啊，不许掉链子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精心熬制了一杯超浓度的咖啡，嗯啊，保证你喝下去就精神。完了，这么苦啊，加点糖啊。那不能加糖，一加糖那么犯甜，又该犯困了。快喝了吧，快快快，干了干了。对，真乖。来来来来来，再加点，再加点啊。妈，我不喝了，我精神了。今天考试那么关键，儿子，乖啊。真不喝了吗？喝，哎，这还差不多，究竟能考好？保证我能行。这是我们的会议室。啊，往这边。这边呢是工作区，好几个部门都在一块儿。来，老大。这是我们的广告设计部，主要负责。品牌设计、logo 设计、广告片头设计，来，跟楚总打个招呼。楚总好，楚总好。楚总，楚总，来这边请。来，看这边，这边是我们的宣发部，主要负责成品宣传和移动宣传，包括地铁广告、还有户外广告牌。来，全体起立，向楚总问好。楚总好。形象还不错。陈总请。这是我们的茶水间，大家休息的时候啊，可以吃吃零食，喝喝咖啡。哎，也是为了响应董事长的号召，关怀员工，以人为本，彰显我们的企业文化。哎，跟楚总打招呼。哎，楚总好。哎，你好。知道，来这边再看看。我再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策划营销部。
主要负责线上和线下的策划和营销。全体起立，向楚总致敬。楚总好。楚总，请我办公室坐一下。楚总，请坐，您请坐。您太客气了。楚总，陈总说了，您是来指导工作的。您刚才看了一下，您觉得我们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吗？您别这么说，我这次来主要是参观学习来。经理，您的咖啡好。哎，放那吧。怎么喝？邓叔跟你交流。没事吧？你看看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心点，别烫了。哎，楚总，让他收拾就行。怎么敢闹您打架呢？没关系。这是我们的改进方案吗？啊？哦，对的。我能看看吗？啊，当然可以。这是谁写的？一个叫做郑晴的员工写的。可以把他叫过来跟我聊聊吗？他已经离职了。离职了？嗯，这么优秀的人才怎么能放走呢？是他自己主动辞职的，我尽力挽留了，没留住。那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什么的？啊，他已经离职了。您稍等，我找一下。喂，小林。赶紧调下离职员工郑晴的联系方式，发到我手机上来，快一点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全干到一块来了。且行且珍惜吧。哎，谢谢。在华业传媒呢。你去那儿干嘛？那天在你家吃饭的时候，你爸不是让我过来参观学习的吗？你不是说今天来我改装车间的吗？你什么时候来啊？我都等你大半天了。我今天也学习的差不多了，挺受教，我一会儿过去，等我啊。那你快点啊。嗯。楚总，不好意思。楚总，怎么样了？这就是您要的郑晴的联系方式。多谢。客气。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儿，就先走了。今天也参观学习的差不多了。您先忙。对了，这个文件可不可以给我一份拷贝啊？您可以直接把原件拿走。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那就多谢了。我送您。非常感谢您前来指导工作，这边请。快去换会。哎，谢老师。
还得去一趟。你去吧，快去换回来。怎么样？相当不错了，也不像伯父说的不务正业啊。他不懂，那个老古板，反正我做什么事情他都看不顺眼。你还做什么其他事让伯父不顺眼了？你看啊，从大学选专业开始他就看我不顺眼，我做这改装车间吧他也看我不爽，我现在谈个男朋友他也不喜欢，真不知道我做什么能让他开心。你谈男朋友了？妈，没什么，长大了呗。哎，那你见见啊。哎，坐那儿。那儿没人。这个？嗯。喝点什么？你看，珍珠奶茶不加珍珠。你还记得呢？不就是奶茶吗？哎，我还记得你啊，游戏只玩魔兽世界，平常没事儿还唱唱 K， 对吧？哎呀，云飞哥，我们现在玩吃鸡，吃鸡，吃鸡。对啊，而且我早就不喝珍珠奶茶了，我现在喝抹茶沙百特。抹茶沙百特，就是星冰乐。哦。服务员，你干嘛？点单啊。你真是在国外待太久了，你都 out 了。你看这是什么？二维码，对啊，看着啊。现在在国内啊，都是手机扫码自助下单。你看啊，就点这里扫一扫，然后对着这个 B， 你看，菜单就出来了。图文并茂，你想点什么就点什么。确认点菜，你看好了。你喝什么？哦，我也抹茶沙百特，我尝尝什么味儿。你看这边就加一，选好了。然后直接，你输密码买单就好，是不是很方便？没想到我走这么长时间，跟你有了代沟了，我得抓紧时间补上啊。这不是代沟，你这就是在国外待的，这东西连老程都会用。现在在中国已经不一样了，你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。就这东西，连那天桥上贴膜的小哥，然后路边卖花的阿婆都会使这个东西，怎么样？要不要我免费给你培训一下？哎，别，还是自己学，省得你以后嘲笑。谢谢。你过来尝尝，好喝吗？哎，对了，你爸跟我说想让你去我那上班呢，你怎么想？不去。为什么？我去干嘛呀？我是不是给你捣乱吗？我这还想着借这次工作的机会跟你好好多相处相处，这么快就否决我，太不给面子了。哎呀，不是不给你面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，我去了肯定是给你捣乱。
把这个举着，再比个心。啊，对了，你看一下。哎，你现在有进步哈，你以前啊，你拍照就只会这儿。进步已经很大。等一下。喂，你好，请问你是郑钱吗？对啊，您是哪位？我叫楚云飞，前两天去华业传媒办事，意外的看到你的改进方案，就向他们要了你的联系方式，希望今天给你打电话，不会让你觉得太唐突。不会唐突，我倒觉得挺受宠若惊的。我觉得你对公司管理方面非常有想法，不如我们俩见一面，当面聊聊，怎么样？可以。你这么爽快，我倒有点尴尬了。我还以为你会问一下公司的状况之类的。既然您能从华业拿到我的资料还有联系方式，那就说明呢，您跟华业一定有很深的关系。有华业这层担保，我觉得您应该不是骗子或者皮包公司什么的。好，我的公司在通用大厦，公司名字叫腾达传媒。去哪儿了你？哎呀，不是我的原因，我有事儿，我妈非要拉着我视频。我是答应你过来陪你了，但是这不是没办法吗？哎，你考的怎么样？你看呢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妈她一早上非要给我喝什么苦咖啡，弄得我考试的时候一直跑肚，好死不死，五分钟一次。估计是砸了。哎，不一定，对吧？说不定会有奇迹呢，是不是？笑笑哪里笑什么笑？活该！哎，行了，走吧。请进。楚总，郑先生到了。你好，我叫郑钱，楚云飞，等你半天了，快请坐。郑钱啊，我呢刚从国外回来，说话比较直接，所以我就开门见山了。你的那篇改进方案我有看过，我个人呢非常欣赏你，希望你能够来我的公司跟我们一起工作，这就是今天邀请你来的本意。首先，谢谢楚总的好意，我真的是受宠若惊。但是不好意思，我去华业传媒只是想体验一下在企业就职的感觉，将来我还是会选择自主创业。当然，创业是每一个成功商人的必经之路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虽然你的想法和思维都很开阔，可是经验和资源这两方面，你确定你准备好了吗？楚总，请问您是从哪些方面判断我经验不足的？仅仅是因为我的年龄吗？我这人说话比较直啊，不仅仅是因为你的年纪，你写的那篇改进方案，我有详细的拜读过。
里面的想法都非常大胆，思路也很创新，可是一看就是出自一个没有管理经验的新手，因为里面有很多条款是不那么容易实现的，而且还需要因地制宜的改进，你同意吗？这点我承认，因为我确实缺少企业管理的经验。郑浅，牛顿都承认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取得了这么多的成就，我觉得腾达可以当你的巨人，可以为你省去很多积累经验的时间。有句老话说得好啊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对吗？那么请问楚总，您能否告诉我腾达有哪些优势呢？腾达一共有两个优势，这第一，腾达为国内众多的知名品牌提供全方位的传播服务，我们的涉猎范围有广告、媒体管理、一对一传播、品牌形象设计、 logo 设计等等，我们全都在做。如果你要加入腾达，你将面对的是各行各业内的尖端人士，到时候你想从他们身上汲取什么样的养分，那你自己的权利。这第二嘛，你在这个行业里，你自然会清楚，腾达本身就是金字招牌。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？随时啊。我明白了。嗯？哎，我很好奇啊，你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？是谁让你改变的？牛顿吗？是牛顿。哦。还有你自坦诚。谢谢舒总。哎，你不要问一下你的薪资待遇问题吗？需要吗？欢迎加入腾达。迎着天微微亮，想象着那远方，而心里面的话又在和谁讲？朋友说我荒唐，现实却要我这样，可是我真的勇敢，是否再给我希望？青春因为早慰才那么珍贵，因为有你越是受挫越无悔，白日梦不是白做，是让梦实现一回，这成长别太常规，我要成就感的滋味。我不想就是一笑而过，这答应过你的梦想，无畏不是谁的无所谓那样，天那么大为何不飞翔？青春因为早慰才那么珍贵，因为有你是受挫越无悔，白日梦不是白做，是让梦实现一回，这成长别太常规，我要成就感的滋味，这成长别太常规，我们的青春需早慰。